深刻，就是对对对。所以像刚刚他唱歌那种感觉，就跟 CD 里面又不一样。所以很多人喜欢听维利安唱现场版，嗯，因为超可怕，那个情绪是很容易掉进去的，很可怕的。对，因为 CD 可能还是比较一致一点，是的。然后现场当然因为现场的歌迷的反应或任何状况，就会加深他的情感面的东西。而且就是他每天的声音状况不一样，都是一种情感的诠释。对 ，CD 里面当然就是。